教高中生哈，应该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轻松嘛，哦，可是因为我发现他们其实普遍的现象，不管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在学主语的时候，普遍的现象就是我要从头开始教起，怎么从头？要从罗马拼音的那个。A B C 开始，一个单字一个单字，怎么发音？怎么发声？哪边发声发音？那个器官怎么在哪里做这样的一个发声的练习？所以，为我来讲，真的是很给我很大的困扰，因为他们从国小到国中已经学了9年的主语，可是发现他们高中的这个阶段。其实还是我要从头开始教起，所以从发音的练习，从啊啊、不、鸡这样子的一个发音练习，我必须要教两个礼拜，他们才能够学会啊。那我这个就是在发音的，在练习发音的人，我一定要求很准确的一个发声，发音练习。这样以后他在念一部分，不管是念一个词汇或者是一句话，他念他就会比较到位一点。那所以我会要求学生最不会发的搞不清楚是 T 就是的，还有的音，再来就是 K 跟 G 的音，K 跟 G 的音，再来就是日跟热的音了，哦，这他们搞不清楚，所以我一定要他们练习两个礼拜。但是通常很努力的孩子两个礼拜就学会，我就开始进入一个教单词一个词汇的一个阶段，从词汇去造句去造词，哦，他们就慢慢的然后再进入绘画的阶段，然后再进入阅读，再进入去听写。所以这个部分我比较累，是因为我要从头开始，然后原则上哈，主语老师应该是有一定的一个课程表，这样学生才会有进步。可是我通常没有这种，我通常一开始我就先请小朋友用达悟语来自我介绍，可是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用国语来介绍他自己跟家人，那 少部分是用 单词一个词汇来讲而已。所以我就从他们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我就知道他们的程度到哪里，我就按照他这样的一个程度去开始设计我的课程。但是到半中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课程它跟不上，或者是我的课程它已经超越了的时候，我又开始依它的程度去更改我的课程，然后一对一这样的一个教学，让他们比较会。所以有一个小朋友从不太会发音不太会听写，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主语朗读比赛，他勇敢去参与了，这是一个很大，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有的小朋友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词汇，然后很长的词汇他不会发，那我通常叫他们，你不会发一个词一个单词的时候，先两个去拼音，然后或者是可能前面是两个后面是三个词汇，你就念两个音节，是用两个的字母让他去拼，他就会了。再来我要谈的是，其实教这些学生真的我很乐意，我不会因为我要我在乎的不是酬劳的问题，我在乎的是这些学生要怎么样学主语才能够让他们继续传承这样的一个语言。
所以我比较重视的是你在学校学，你在家里也要用，或者是你在平常的时候你不在家，因为大部分兰屿的孩子都是旅居在台东这边，他们的家人都是在兰屿，那 要跟谁讲话，除了兰屿的同学之外，可是兰屿的同学 有彼此用族语对话吗？可能不是，所以我会比较注重的是学生彼此间的互动的时候，至少几句话来对话啊。那不晓得，我会鼓励我的学生是这样子的。那另外就是因为我在台东，我从搬来台东之后，我就开始从事在台东这边的各高中职来教族语。可是我发现普遍的一个学生的现象是，我要从头开始，从那个拼音字母开始教他们。其实这个部分呢，他们从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国中三年，已经九年的时间在学这个族语了。到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很会了。拼音不用重新教，单词不用教你怎么念，你就可以看来念。叫你听写，你就会了。可是我发现不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族语老师你不进修，你的教学方式永远是一样，学生没有办法吸收，也没有兴趣去学，所以上课的时候会闹哄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兴趣嘛。没有兴趣他就没有意愿要学，不学他就不会。所以即便学校硬性规定要有族语课从小学到国中，可是学生的学习状况可能还是要做一个检讨。那族语老师，我在这边建议，其实如果圆明会，因为如果现在已经开始在讨论族语老师要被纳入正式体那个教育体系的一个正规的一个老师哈，一个教师，那必然族语老师的程度也要提高，或者族语老师的一些教学方式也要改变，也要不断的去做更正，这样学生才有机会，或者是才有兴趣去学这个族语。所以如果圆明会或教育局这边能够让族语老师们一年大概可以有几小时的一个研习进修，或哪怕是寒暑假或者是假日，真的要还是要有这样，老师要有这样的一个进修的时间，你的教学方式，你的教学的思维，你的教学的一个理念就会改变，那学生在这方面也会学得更好，也会学得更有兴趣，因为你的教学方式不同了，所以学生就会投入，就会有兴趣学，那相对的他们学得多，就会讲，就会写，就会听，所以我建议，如果像我也是在鞭策自己了，也不断的去参加各式各样的一个，只要有进修，有足语进修，尤其是语法结构，我们这是我们最弱的一个部分。我们原住民会讲会说，可是如果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连一个单词的这个语法结构词根在哪里我们都不懂，我们怎么教给学生，所以让学生学到这句话，吃饭，古曼它的字根是什么，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的这个部分，要加强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族语的传承，
我们不要在乎酬劳的多寡，而在于我们民族语言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永续发展。要不然如果大家都哎呦这个酬劳我不要，那太少了，如果我们在乎的是这个，我们的语言一定会从这个世界消失的。那尤其圆明会调查有几个族群语言濒临死亡的一个阶段，那包括达悟族在内，所以我很忧心如果再没有年轻人加入这样的一个族语的教学、族语的传承，或者是这些学生只是为了考试而密集般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族语课程，那个不是好现象。那东中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整个学期从一年级园艺班从一年级一直到高三都要学，这个是他们纳入正式的课程的学那个分数学分在里面，所以东中的学生从一年级不会一直到三年级毕业之后他就会阅读一个文章了，他虽然可能还不完全懂文章的内容他在表达什么，但是他会阅读，他知道一些词一些词汇在讲什么啊，这个就是东中跟一般在台东高中职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很高兴东中林老师这么重视我们原住民的语言的一个老师啊，所以很感谢他。那读东中的学生不管是什么族群都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他们固定一个礼拜哪个时段是可以学族语的，是纳入正式的课程里面啊，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林老师还有东中的学校重视我们原住民的语言。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边有不同的，这个是发音的一个发音的器官跟发音的部位啊，有鼻腔，当我说鼻音的时候就用这个用鼻音去发声。那上下唇我们是常常闭开啊，所以当我说上排牙齿，那就是上排的牙齿，那舌头要顶在哪里，我讲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按照这个方式了。然后硬腭跟后面的软腭啊，小舌跟声门，这个都是我们发音的位置跟器官啊。所以等一下同学们你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啊，你们有在发音的时候你们就按照这样。什么英文字母有几个？26。我们有四个没有。哪四个？就是这个 F、Q、U、X， 但是我们多了一个 NG， 这个我想你们也有对不对？ NG 就发出 N 的声音啊。好，所以我们达悟语总共有20个辅音，四个单元音，待会就知道什么是这个东西了，四个复元音。然后大部分的音呢，单词的音都落在哪里？最后一个音节，要不然就是倒数第二个音节。好，所以我们再复习看看这个，注意这个发音的器官跟位置。好，这个元音表，也就是高中低，从哪边是高？前面就是我们嘴唇的这个前面，中就是我们软腭、硬腭这个中间，后面就是我们声带这个部分啊，小舌头这个部分啊。好，辅音的大概有这些，我想你们其他的同学应该都学会了哈。那尤其是我们达悟族的同学也都会这个怎么拼法，然后是纯音是
色塞音、哦、然后是鼻音么跟呢、嗯、还有个呢在里头。好，这个如果你正确把那个发音的位置抓好，你发什么音都是准的，除非你的舌头没有办法轮转，因为我们原住民很多的 r r l d d g g， 这个都是你正确的发音位置就会抓住那个音。好，我们来发 a 怎么发？啊啊啊啊！这是饿饿，我们那个上饿啊，饿饿饿，还有我就饿那种。我们每次有什么节目哦，原住民的掌声饿那种，啊，就是饿，嗯，好，记得哦哈，我们的这个音 i 是 e。e， 这是长音，还有一个短音，它底下是什么 ？y 是 e， 哪里发音 ？e 是哪边发音 ？e 它的声调是在这里 ，e 抓到了吗？那个音在哪里？好，我慢慢开始有一个概念就好。好，我们没有 U， 但是我们有 O 来代替。呜呜呜，这是长音。W， 我们短是短音。呜。不，大部分呢、啊，大部分的尾音的不，是这个 W， 但是也有长音的不，什么时候 会用到？下面有一些单词的例句，让我们去学。好，这是浊音。当我说浊音的时候，它就是有爆破音，要不然就是卷舌音的，所以这个。B A B C 的 B， 你看是什么？是爆破音。B B B， 这是纯音啊。B B， 哎，一定要嘿，要把它放出来，是 B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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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好。C 我们叫 G G G。哦，这是浊音，怎么发？热热热，舌头顶在上面的牙龈上面，然后就很发出气音，热热，你先顶上去，然后热热热，不是的热，没有热哦，是热热，哎，对，就是你的舌头要顶住。然后发出那个气音，热热热热热热，很好。哎，我们还不要教单词哈，让你们先学这个。好，再来，也是浊音，只要有这个后面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代表它是浊音的。个，哎，它在哪里发声啊？喉咙这边，哎，对 ，go go go go， 哎，有没有？差不多，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原住民的音调更比较重一点，是 go go， 好吧，好，这是喉音。虽然他们是用逗点，有的是你们有逗点，对不对？是喉音，对不对？可是。我们也有逗点，但是我们达悟族对这个逗点跟这个 H 还有一个好大的问号，还没有达到共识，
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喉音，所以我们用我们 有的人赞成是用 H 这个来代替，那有的人是用点那个上面一个逗点。阿美族会用逗点是因为他们好多的喉音没有办法 用什么来表达。达悟族没有很多的喉音，在有时候是没有没有声音的，我们就用这个。但是也有时候是有声音，用呵的音，有时候是有声音，有时候是呵的音啊。好，这也是浊音，跟西的念法差不多，但是这个是浊音，它是记。鸡，它在哪里发生？鸡，鸡，不是喉咙哦。你念这个再看，鸡，它有这个吗？鸡，它这是个嘴唇要张开，要好像要微笑的那种。鸡，这个鸡哈、哦，大部分是用在地点。地名、哦、指一个地点，待会就有一些例句、哦、对。好，这是清音怎么发？个个个个哥哥哥哥个个，很好。好，我们发出了了了了，么么么，当这个么放在最后面的时候，一定要闭嘴。慢。英文名字怎么念 ？Name， 有的人的 name 标准吗 ？Name， 那我们的也是 name， 把嘴巴闭起来，那是标准。好。这个 n 有两个音，一个是 n， 什么时候用到这个 n？ 当这个 n 在字头的前面的时候，或者是中间的时候，就会念出 n 的音。当这个 n 在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它就念成 n 的音，所以很容易辨别啊。好。再来 ，t，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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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日，好，这个有三个 s， 有三个音，一个是思，一个是诗，一个是西。什么时候用到思？当外来语，我们要用外来语来代替我们的语言的时候，它就是念思的音。达悟族的传统语言就用诗的音，还有喜的音啊，像我们的飞书蛋是喜飞书蛋啊，我是西南加里隆，那个喜是用这个 s。 好，所以 s 我们可以念思。好，重念，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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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什么？九，那是日语外来语，所以我们用沙的音。好，芋头蓝语叫做鼠粒，鼠粒，所以用这个诗，对不对？诗，那是给手蛋的名字，前面叫西。给手蛋，用这个西。好，再来 T， 我们念的的的的，那个牙齿要咬住底，那个下唇。的的的，怎么念？长音。呜，长音，一，
用这个来带入卷舌音的 r r r。好，再来，这是鼻音骨，怎么发？我说鼻音的时候就要用鼻子，你感受一下你的鼻音，有没有有一点点震动的感觉？没有震动的感觉，表示你用喉咙，笨，是什么？牙齿，就是打五元的牙齿。好，我们来用例句来念这些拼音啊、字母。好，啊那克，啊那克，啊那克，啊那是什么？孩子，孩子。好，啊，有鼻音哦，注意哦。啊音，啊音，音，音，有 n 的音，对不对？我说那个，这个 n 在后面的时候就要念 n， 对不对？啊音。昂音，台风。我们前阵子我们台东好多的台风，对不对？到现在还在重建当中啊、好，这个就是啊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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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热，啊热，啊热。啊，那个 P 一定要闭嘴，么一定要闭嘴啊、好，这个为什么后面有 E 有 A？ E 等于 A， 因为我们兰屿岛有六个部落，六个部落都有不同的发声的那个发音的那个习俗习惯。那跟苏丹他是渔人部落，所以他会念。阿盖，阿公哈，阿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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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同样的字面啊，也有的也是阿盖，狼岛跟野游是，红头跟鱼人是一样。刚刚我们念了这个恶圣，闭嘴啊，恶圣。呃啦呃子，呃啦呃子，有遮嘿，呃啦呃子，呃啦呃子，鹅蛋，啊，这是织布的，我忘记放了，这是织布的那个工具啊。好，我要听同学们怎么念呢？一，好，我们念两个音节哦，这个是一个音节。然后后面这两个字母是另外一个音节，所以会有两个音节。好，我要听你们怎么念。好，我指你就念，来。好，我一 no 一 no 一 no 一 no。注意哦，我待会要请同学们，我念的时候你可以去放，你听到什么声音？就拿字母去贴 ，OK， 试试看哈。好，所以说，一诺，一诺，一一，一一，一一，一。哦，我们这个发音哈是非常不太好发音，但是如果你学会了，就是标准的。可以说，但他以前不会发，他现在会了。那个舌头哈，同学们。你的舌头，这是舌头哈、哦，舌头，可是你的，这是上颚，你的舌头要贴紧你的上颚，要贴紧上颚，不要动，然后从你的这边发那个声音，那个气就会从这边出来，一，不是一粒，我们。同学们大部分是达悟族的小孩子啊，现在这个不是练在这个年纪会发这个音，为什么？他们
叫 li l i li， 不是，那是错误的，不标准的。真正的念法标准是 i li i li。嘿，对，好棒！再一次 i li i li。哎，我没有听到 li 哦 ，i li 不是 li 哦，哈，是 i li。再一次 i li i li。好棒啊！以及是部落、村落，好棒啊！哈，好，以那，以那，以木，以木，以呀，以呀，雅更，雅更，我，好，以木是你，谁？你，以呀，他，好，要下课了。雅固是我，那这个俄拉恩呢？是我们蓝语，蓝语的房子有一个前庭，凉亭旁边底下，那个都是平的，对不对？都是一块一块的石头，有没有？有去过兰屿的举手。你没有去过兰屿，好，那个要锁。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大大的那个石头，那个叫做俄拉嫩。这个 O 我们念成乌乌乌乌乌呀。乌鸦啊，我要指这个什么东西？乌鸦啊，这个乌鸦，乌鸦啊，面疙瘩，舞动，舞动，遮的音，舞动，舞动。喜欢吃这个吗？乌纳什，乌纳什，甘蔗，乌纳什，乌纳什。后面有没有发觉？是什么音？啊？那是什么音？诗的音。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兰屿的传统语言，不是外来语啊。好，乌木乌木，这个 T 哈，当它最后面，在那个单词的最后面的时候，你的牙齿要轻轻咬住你的舌头，不要太大，等一下断掉。五木，对，那个才是标准的。如果有五木，你念的不够到位，所以你一定要把舌头伸出来，然后轻轻的用牙齿咬住。五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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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好。五韵。五韵有遮的音，五韵，五韵，五韵，这有两个，有两个意涵，一个是女人吃的鱼叫做五韵，五韵，一个是真的吗？这样，五韵，真的吗？哎，这有两个音，两个意涵啊、哦。那这个 b 我们一定要爆破音 ，b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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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八嘎八嘎，我们没有牛跟马的分别，只有一个形容词啊，八嘎八嘎，波罗波罗，所有的球大大小小什么球，我们只有一个名称叫做波罗波罗 ，b 根 b 根。布农，布农，你是谁？布农族。好，现在鸡，鸡肉，鸡肉。二十，鸡嫩，鸡嫩。九个，九个，有科的音哦，有科的音在后面。九个，九个。几令，几令，有鼻音。几令，几令，几令。几哪一，几哪一。豆豆，豆豆，所有不是达悟族群的，我们都称为豆豆。好，噔噔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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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比较。豆豆，豆豆，蓝语没有收水。所谓的豆豆是什么？就是我们。芋头是我们的主食，跟地瓜还有山药，我们剥开来，我们要把那个芋头皮啊
地瓜皮要剥开才能吃，对不对？这些皮当作喂猪的那个饭，是猪的饭，我们称为馊水。卤肉，卤肉，有没有呜的音是短音？卤肉，卤肉，匙，所有大大小小的匙叫做 dead 棒 ，dead 棒 ，dead。这棒棒，这棒棒，歌，哎，歌歌歌，嘎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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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屿人吃槟榔不用叶子，这是他们跟台湾的不一样。他们用什么？用这个嘎乌子，是那个藤啊，藤要切一片，然后放在那个槟榔里面，然后加石灰，就这样吃，那个比那个叶子香多了。哦，这是吃槟榔，是我们兰屿的文化，是招待客人宾客的一个习俗。哦，所以家里一定要有那个妈妈，妈妈是什么？放那个老藤、槟榔、石灰，还有刀在这个里面。当有客人来的时候，第一个要递的什么？槟榔，就是那个妈妈。这些东西，槟榔真的。那像我们到汉人的家里，他们递什么给我们？茶，那个就是我们招待客人的一个方式啊。好，兰屿的红绿灯是什么？羊跟猪哈。啊，钢印，钢印，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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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哦，钢，钢，印，印，哦，这边。少了一个什么？钢印。嘿，好棒哦！我故意让你们钢印。钢印。印。钢印。钢印。它少一个 L， 对不对？哦，你们好棒！果果乐。果果乐，所有海边的贝壳啊，地上的贝，路上的贝壳都是果果乐。果果乐，好，嘎南，嘎南，所有的舞蹈啊 ，disco 啦，什么街舞啦，国标舞啦，什么什么舞，都叫做嘎南，嘎南。后面要怎么样？闭闭嘴，嘎南，嘎南。喝的音哦，哦，哈那，哈那，哈那是什么语言？啊，日文。哎，那我们达悟族的传统语言是沙，有没有？湿的音有没有听到？沙蹦，沙蹦，有嗯的音呢、哦？沙蹦，沙蹦，啊啊噔，啊啊噔，啊啊噔。啦啦，我念的比较重啊，要轻一点。啦啦噔，啦啦噔，对，好，月亮 ，veran， veran， veran， 道路 ，ra ra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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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短的、大的、小的路都叫做 ra ra an， ra ra an， 好。鸡鸡鸡鸡鸡诺鸡诺鸡多鸡多鸡缸鸡缸，哎，这是什么语言呢、啊？日文，对，那个我们多很多的外来语啊。金阿姨，金阿姨，不来，你不要来。鸡缸阿姨，鸡缸阿姨，很鸡缸，那是在指你啊。鸡缸，蚂蚁，蚂蚁，不是来啊。金阿姨，金阿姨，哥，哥，古意识，古意识，蓝屿的红绿灯，古让，古让，嘎佑，嘎佑，古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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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们的古固有没有擦指甲油啊？亚波是没有。你的手有没有擦指甲油？亚波。你的指甲怎么讲？古固。Go. 好，我想大家都一样，这个是外来语，教会怎么讲？九盖，九盖，日文九盖，九盖。
好，这个要考你们了，刚刚你们学的很棒。了了了，注意看我，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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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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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这个以嘛有两个意涵，一个是手，一个是数字的五。哎，好，以是那以是那五以一。以一，以一，你的部落，你的聚落就是以一。么么么，马诺克，马诺克，有科的音，轻轻的科哈。马诺克，马诺克，马阿乌吉，马阿乌吉，有遮的音，马阿乌吉，马阿乌吉。蓝语的滑，那个拼板的时候是都用滑的，现在只有都有气体，但是气体带来污染。传统的平板舟它是自然没有带来地球的什么污染，所以我们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类，但是不会带给环境的污染啊。跑步怎么念？嗨，很棒。我不念了哦，我要你们两个字念啊。好，跑步怎么念？马拉又。再一次，马拉又。很好，好，眼睛你们应该也可以。马大，马大。好，大家都一样，这个马大哈。好 ，n no n 两个字。好，这个。两个一样，这一个音节，然后这是另外一个音节。好，怎么念？你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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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头糕。你嘎，你嘎，后面要咬那个音。你嘎，对，哎，不要骂人啊。你嘎，你嘎，宾客，彩虹，那你让。那你让有鼻音，那你让，那你让。你是跟他们那一村叫做让你让，让你让，你的音呢，这三个字是一样，让你让，让你让，让你让，那你让，那你让。彩虹，那闷，那闷，这里你看到什么？什么发音？前面怎么发？这个后面？对，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那闷不用鼻子，那闷我们。好，那后面还很多，但是我想要用黑板让你们去练习。从 P 开始，好、哦，两个字哦。好，一个 P 怎么念？我用是两个音节哦，我用这样是一个音节，用这样两个音节念。来，念一次。这一次。这个没有什么意义，我要让你们练习那个发音啊。哦好，怎么发？好，再一次。是啵，不是啵哦。对，这个是呜，怎么发？呜呜。哎，好，来，再一次哦。b 怎么发 ？b 好，再一次。b 爸。好，再来哦，怎么念？好，木，好，咪，妈，好，再来，
也有，前面也有，大，嘿。大，对不对？对，掌声，不错不错。好，你八号没有，对不对？六号。掌声，力好，最后同学起来七号哦，我刚刚做的是七号。OK， 好，故，我没有卷舌哦，是轻音的歌哦，故，故，故。对不对？耶、yeah! ，好棒，好棒，好。一。好，太简单了哈。哪有？好，二号，好，怎么念？纳闷，纳闷，纳闷是什么意思？问给谁呢？我们，很好，那是你们的顾问哈。好，再来哦。我要多一点的，我要三个音节，好不好？让你们念啊、嗯，不用叫你们一个一个念，但是我要你们一起告诉我这个怎么念。好，我用三个音节。哎，再来一次。你怎么会念？告诉你们呢，给谁来教你们？给自己掌声。马红是怎么样？啊、哦，怎么样？怎么了？哦，好，我故意用三个音节，我用两个，很简单，但是你要告诉我。好，怎么念？你告诉他们，你看看啊，怎么念？鹅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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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的音，鹅笨，鹅笨，是什么？牙齿。好，蹦硕，蹦硕怎么拼？我告诉我，蹦蹦蹦蹦，好，很好，来，怎么拼 ？P O P O S O 蹦 N N G S O 蹦硕 S O S O 什么意思？岛屿，这个是。你们知道那个岛屿 ？Bonjour, no， 怎么拼 ？No, no, n o， 好厉害 ！No 岛屿，怎么拼 ？T O T A 好 ，Bonjour, no。岛是什么意思？不是岛屿，是岛屿。岛屿之岛，对，蓝屿岛的意思是岛屿人的岛。人家都解释为什么？人之岛。人之岛，
这个是错误的解释。所有人叫做达悟，对不对？你们也非男主也是达悟，外国人也是达悟，这是通称，就像英文的英文叫做 person， 那个所有的人。但是我们人达悟组的人也是达悟。可是如果我们要指蓝屿岛的达悟族，我们就称达悟罗丰寿，达悟罗丰寿，罗是在指这个这些人，这些人。啊，丰寿罗达悟是达悟的岛屿，就是达悟之岛，哦，是在指那个蓝屿岛的达悟族人。啊，好，那我再念一个。告诉我怎么拼，好不好？ Y， 注意听哦，我说 Y 哦，不是 Li 哦。Y， Yes， 那啊，你来写，好不好？ Y， Yes， 那意志 Y， Yes， 那耶、yeah, ！掌声！跟你说，但他一年级的时候，他还不会拼，连拼音法都还不会。但是他现在好棒，他现在都有朗读比赛，都有阅读。他现在他的程度是在阅读的能力的阶段。你们呢？你们上课有阅读？绘画？对话？还是对话？对不对？还是绘画？他的绘画已经上。掌声。好，老师，我们要暂停了吗？哎，看你们了。我有话。好了吗？同学们，今天哦，你们表现好棒，密集班呢，临时的，所以我真的感谢我们的那个贝兰子同学。来加入我们的行业，他们学的好棒、啊。他们跟达悟有关系啊。对对对，我说那个嘎达伊，嘎达伊跟我们是从我们来的嘞。嘎达伊怎么拼？小米。对。嘎达伊。好，怎么拼？你告诉我。好，来，再过去拿。嘎达伊，上面写。我不要不要，你们讲，你们贝兰族的同学啊。嘎达伊。好，告诉我。啊。嘎嘎嘎嘎嘎，有遮的音呢，你看遮遮遮遮，那个一组那个遮是浊音哦，不是的，是遮遮，那个遮是什么遮啊？嘎嘎一嘎嘎，你不要讲嘎。哒一哒的怎么拼？它有很多很多的。好，我随便写哦，看你们是我要念哪一个哈、哦。好，这里的哪一个是“的”的音？哪一个？中间这个，好，所以它叫做嘎什么嘎一，所以嘎嘎怎么拼？怎么写？一，好，一，一。